欢迎到我是 Creepy 小封面仔。今天呢，我们又来教学啦！不要问我为什么又在教学，因为我爱教学。哎呀，讲真的啦，如果你要做一个 YouTuber 的话，而且你是新手的话，就很应该来看见我的那个什么视频教学啦，那个什么啊，对，来看一下我视频教学，有可能对你们很有帮助哦。今天我们又是来教学了，哎呀，不要趁机宣传啦，快进入正题啦。OK 啦，今天我要跟你们介绍的东西，就是教你们东西啦，就是如果你是用电话开始实况的话，有90%啊，你们是不会有这个东西，首页、影片、播放清单、频道、讨论、简介这些东西的。我就要教大家如何弄出来啦，一定要用电脑版。如果你电话的话，你要 request to desktop 的版本才可以。我就拿另外一个 account 来弄给你们看一下。哎，什么鬼？我去我的频道，然后呢，我就可以跟大家讲，你看，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用电话的话，你是没有这个东西的。要讲 enable 就是按这个东西，有看到吗？自定频道的版面配置，你开它，然后按保存，然后它就会出现这个首页、影片播放清单、频道简介这些东西啊。然后大家也可以增加版面，什么叫增加版面呢？就是不是吃的版面啊，哟，就是那热门上传啊，还是什么鬼啊，喜欢的影片啊，这些啊，一直加，只要你有 upload 了 video 啊，你可以放已建立的播放清单啊，一直加啦加啦加啦加到你需要为止啦，然后单一播放清单啊，诶，然后寻找播放清这个。这是我以前的 account 的，OK，就是这样啦，就接到你爽啊，然后你可以在新访客这边增加宣传片段，然后这边就是加你要给人家看到你的 的最好看的 video，你就可以放在这边。回访的订阅者也是可以弄啊，只是我这个 account 没有 video，所以弄不到咯。然后呢，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啦。今天我们教学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的话就 like、share 和 subscribe 啊，拜拜。